首歌名叫《陨落》，其实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走向死亡。我们不管选择怎样的道路，其实都是一条未知的道路，不见得说别人去叫我们选择什么，它就一定是正确的。对，那还是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闯。那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本来的自己，但是我们现在可就像陨石一样，表面上都是粗糙的，它只有在撞击这个撞击到大气层的时候，才会发出光芒引人注意。对，那我就觉得人生可能有时候就是要去逆向而行，去冲撞，去碰撞你的命运。不是每一颗星星都像恒星一样永远在发光。对，那我想要表达就是，他这首歌最后一句说，不管我经历失望，或是别人觉得我在妄想，但我也是想要走我喜欢做的，因为至少这样不会后悔。已经遗忘光年外那个家乡，星空狂光会有谁跟我一样，不停寻找一生一次的光芒，让我能装能烧，想阻挡，就算一颗石头也要在黑夜里发出光，就算没有翅膀陨落后也要相信在飞翔，就算历经失望，就算现在别人眼中这不过是妄想，有时灼伤疼痛过才能成长，不停燃烧才能够发热发光，让我勇壮燃烧，谁也别想阻挡，就算一颗石头没有翅膀。